海盗船长僵尸作为海盗船的掌舵人，却养了一只非常听话的鹦鹉。如果港湾出现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，有哪些植物能够消灭它们呢？挑战正式开始。尖刺秋葵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尖刺秋葵挑战成功。原始豌豆射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原始豌豆射手挑战成功。猕猴桃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猕猴桃挑战成功，火焰花女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火焰花女王挑战成功，熊果旧炮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熊果旧炮挑战成功，导弹萝卜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导弹萝卜挑战成功，激光豆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激光豆挑战成功，岩浆番石榴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岩浆番石榴挑战成功，龙舌兰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龙舌兰挑战成功，地心发射井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地心发射井挑战失败，苹果迫击炮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苹果迫击炮挑战成功，这师傅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这师傅挑战失败，火柴花拳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火柴花拳手挑战失败，茄子忍者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茄子忍者挑战成功，火焰豌豆射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火焰豌豆射手挑战成功，原始大王花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原始大王花挑战成功，卷心菜投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卷心菜投手挑战失败，电能豌豆射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电能豌豆射手挑战失败，爆炸草莓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爆炸草莓挑战成功，旋风橡果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旋风橡果挑战成功，卢力药师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卢力药师挑战失败，毒液豌豆射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毒液豌豆射手挑战失败，机枪射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机枪射手挑战失败，玫瑰剑客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玫瑰剑客挑战失败，西瓜投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西瓜投手挑战失败，粘蛋糯米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粘蛋糯米挑战成功，地锯草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
地巨草挑战成功，激光皇冠花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激光皇冠花挑战成功，杰克南瓜灯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杰克南瓜灯挑战成功，辣椒投手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辣椒投手挑战失败，烈焰火爵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烈焰火爵挑战失败，虎头菇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虎头菇挑战失败，冰龙草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冰龙草挑战失败，突击竹冰挑战1000只海盗船长僵尸。本场平局。